你怎么拖地的？没长眼睛吗？对不起，对不起。上班第一天就出我门，真晦气。我给你擦擦。去一边去，把你招手拿开。真是。小伙子，就因为大妈不小心碰了你一下，你就这么出口伤人？你连最起码的尊老爱幼都不懂了吗？你谁呀？关你屁事啊！ 我是谁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是谁。我是谁？我是这家公司新来的经理，以后这栋楼都归我管。做人呀都不容易，何苦为难别人呢？你神经病吧你，懒得搭理你。哎，姑娘，问一下，你们顾总的办公室怎么走啊？哦，前边直走，右拐就行了。 怎么是你呀？原来您就是郭总呀？怎么，很惊喜，很意外吗？对不起啊，郭总，刚才都是小误会，您大人不计小人过，你就再给我一次机会吧。机会？机会是留给你这样的人吗？小伙子，我告诉你，赚钱需要先学会做事。 做事就要先把人做好，给我出去！你是绑架的人，你绑了我的魂，困在其中。这就是你办的好事儿，让我损失了3万。这个合同我们领导非常看重，你说怎么办吧？我不是跟您说过，这个合同它有风险。 您是不是没有看里面的报价单就给签了呀？我不管，这合同很重要，赔钱。郑秘书，这是怎么回事呀？郭总，这个是咱们的新品牙膏的报价单，他没有看里面的条款就把合同给签了。咱们新品牙膏怎么样？ 这款牙膏一支是樱花味，一支是薄荷味，它里面添加了烟酰胺水和硅石等名贵成分。它挤出的膏体也是晶莹剔透的，它能更好的清洁口腔异味，清新口气，同时呵护牙齿。坚持使用会发现牙齿白净了很多。嗯，效果不错，满嘴的樱花味。那价格呢？郭总，价格还是您来定吧。 这样，一支9块9，两支情侣装16块9，三支家庭装19块9，并且呀含包邮，就按这个价格执行。好的，老板。如果屏幕前的你们也有口臭的困扰，就快来视频左下方拍一单吧。这位老板，有什么事儿咱们坐下来慢慢说。你别碰我，你谁呀？我是这里的老板，你消消气，有什么话咱们坐下来说。 说吧，怎么解决？这个合同是你的吧？是。他让你损失了多少？3万。好，3万是吧？小智，去我办公桌的抽屉里拿3万块钱过来。好的，郭总。 郭总，给您钱，来，这些钱呀，我赔给你。这合同归我了吧？对，你。 咱们可是一码归一码。郭总，你不讲规则？规则，在我这里只有规矩，没有规则。你是绑架的人，你绑了我的魂。老板，老板，那不你包吗？走，过去看看。
小姑娘，你怀里这个包是我的，可以还给我吗？你怎么能证明这个包是你的？哎，你个臭乡巴佬，你能买得起这么好的包吗？拿来。哎，姑娘，这个包里有10000块钱和一张卡，你看一下。老板，还真是你的呀，这个包还给你，以后别再弄丢了。老板，你快看看你包里有没有少东西。不用了，如果真丢什么东西的话，他也不会在这儿等我们了。小姑娘，我这儿有点钱，你先拿着，就当是我的一点心意了。不用了，姐姐，我要是为了你的钱，就不会在这儿等你这么久了。那好吧，小姑娘，我的公司呀就在楼上，如果你有什么事儿，你可以上去找我。我还有事儿，那我就先走了。哎，姐姐，你能不能借给我点钱呀？郭总，我就说嘛，世上哪有那么好的人，他呀嫌咱们给他少，想要好处费呢。小姑娘，我刚才给你，你为什么不要，现在又要借呢？因为借来的钱我心里会踏实一些。那你要借多少呢？100，就借100，够我回家就行。小姑娘，这里有500块钱，你先拿着。郭总，他呀八成是个骗子，说好听点是借，说难听点就是骗。你连他的联系方式都没有，你怎么还他？不是不是，姐姐，我不是骗子，我的钱包丢了，我弟弟生病了，着急在家里等我回去照顾他呢。我看你呀也不像个骗子，这样这钱我也不借给你了。我这儿呀有点吃的，你拿着，我直接送你回家。真的吗，姐姐？太好了，太谢谢你了。走吧，我的车就在前面。在阳光温暖的春天，走在这城市的人群中。老板，这。老板，这都到家门口了，进来喝杯水吧。弟。弟，姐姐给你买回好吃的了，你快吃吧。那姐姐你吃了吗？姐姐吃过了，你快吃吧。你又骗我，你根本就没有吃。姐姐真的不饿，你赶紧吃吧。姐，都是我这个病连累了你，你都快30了，也没找一个好人家。傻弟弟，你说什么傻话呢？从小咱爸妈走得早，就剩下咱姐弟两个相依为命。弟，只要你身体健健康康的，姐做什么都愿意。等你以后病好了，能活动了，咱们的日子也一定会越来越好的。听话，快吃吧。姐，你也吃。郭总，您要的东西。行，你先回去吧。哎，小姑娘，您刚才的对话呀，我都听到了。这个给你，拿回去吃吧。不，是我不能要。你就拿着吧，这是我的一点心意。谢谢你，老板。来，还有这些。
姐，这太多了，我们更不能要了。哎呀，你就拿着吧，等弟弟病好了，去我公司上班，这个呀，就当是提前预支你的工资了。谢谢老板，谢谢。小伙子，现在的医疗呀这么发达，你的病肯定能治好的，加油！如果没事的话，我就先走了。明明的那道光会越过黑暗，那么一切恐惧我能找到他。